花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呢，杜鹃花叶子发黄。杜鹃花叶子发黄呢，有几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杜鹃花虽然是我们盆栽的绝大多数杜鹃花呢是常绿的植物，但是它的叶片呢也需要更新。如果仅仅是底部老叶在花后或者新芽萌发期间呢有少量的这个脱落，这是正常的黄叶，我们不需要太担心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是发黄的叶片数量比较多，这种情况呢，和水以及生长环境的不适应有关系。因为杜鹃花呢是需要一个空气湿度比较高，但是呢盆土相对来说呢比较疏松，这样的环境下呢它才能长得比较良好。如果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干燥，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去养杜鹃，就容易出现这种大面积黄叶的现象。再者呢，如果浇水量过大或者施肥量过大，那么也会造成水肥或者黄肥。还有呢，杜鹃花是喜欢明亮的光线，喜欢散射光，它比较怕阳光的直射，如果阳光照射过强，也会造成呢这个叶片的一定黄化。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杜鹃花呢是喜欢微酸性的生长环境，包括土壤和水。那么如果我们的盆土是碱性，或者我们的水是碱性，长时间用这种碱性的水呢进行浇灌，就会使杜鹃花呢出现这个黄化现象。那么那种叶片呢黄化数量也很大。针对这种叶片的黄化呢，一个我们要给杜鹃花周围创造一个足够潮湿的这种环境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多喷水，或者在下面呢这个做一个纱床，把杜鹃花放在纱床上，通过水汽蒸发呢来营造它周边的湿度。还有呢，浇水要适当啊，保持盆土微微湿润即可，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。杜鹃花是偏肥的一种，偏喜肥的这种一种花卉，所以在生长期我们可以给它施用足够量的肥料，但是要掌握一个原则，就是要薄肥勤施，最忌讳是一次施肥量过大，避免造成这种肥黄的现象。那么如果使用有机肥的话，肥料一定要腐熟。使用商品肥料的话呢，建议大家还是使用这个缓施肥啊，以免对杜鹃呢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伤害。对于北方朋友来养护这个杜鹃花的话呢，建议在养护过程中呢，我们选用这个浇水的水源呢处于是酸性状态。如果是我们的水偏碱，我们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这个醋啊，或者是使用矾肥水，那么这样呢这个来浇这个杜鹃花呢才能满足它的需求。杜鹃花的黄化基本是这样几种情况，如果有叶片黄化的现象呢，黄叶的现象呢，我们要针对我们具体的情况对症下药，选择合适的方式呢进行去调整，这样对它的生长呢会有所改善。